但我们保护他一天，保护不了一辈子。所以，我跟头商量过了，只要嚣张一离开法庭，我们立刻把他抓回来，之后的事情再打算。那我们有什么借口把嚣张抓回来？这个是关键所在。嚣张离开法庭的那一刻，大庭广众，我相信没人会在那里动手。而当他离开法庭范围之后，那段小路就是最好的下手机会。我相信其他人也会在那里下手，而我们就会分成两队，你前一后，把他放在中间，就像三明治那样。我明白了，当有人想动手的时候，我们立刻行动，把他们全抓回来，然后止住。各位伙计，这次的行动危险性很高，出发的时候记得穿上避弹衣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家准备出发。